腿还是贴不到胸。王老板，王老板不在，谢谢 OKHKK 送的粉丝灯牌。三个男老师给你们搞，一撕腿就涨250人了，一下子，他一上来就涨50个，300，又涨50。他哭了，还好嘞，哭了没有？忍者还好嘞，忍者发送点越放松，发送越舒服。婷姐，婷姐一上来涨200人，粉丝们多啊。婷姐，欢迎新来的朋友，大家可以给我们点个关注，点点赞。红脚脚背碰地，碰得到吗？那个膝盖没压直吧？吃开了不？700人。数出来。30秒。数。30秒。好，其他地点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。这男的都笑开了花，没有那个都是老师，有时候跟他开点玩笑，不然这个时间过不去啊。屁股下线，对，他那个屁股蛋胯根那里刚好压到那条线。可以应聘压腿专员吗？这个要有方法，不然容易受伤。踢呀，看热闹。踢起来，我来看啊，谁踢不好的就过来撕腿。我看一下，哎，刘一言最使劲。对，刘一言是今天不要撕腿了。这个得差一些了。这没影响。反手踢爆一下，不会断，不会断，放松放松，每次20秒，好硬吧？反手抓，自己放松。老师，我想看八班的美方撕腿。下一个。好，满足你，下一个是美方。方姐，有观众的这个要求还是满足一下吧。哪里的？美方在哪里啊？美方，等一下，欢迎新来的朋友，大家关注一下。行，别动。每边10秒，每边10次，有点恐怖，还好看着恐怖。
试完就好了，就这几分钟。压断腰的很多，不会断，很硬了，还是比较坚强的。他怎么不叫？还是很坚强的。压一个小时他们会崩溃，所以要给他们谈好一个价钱，相当于是把时间谈好。他们觉得嗯能忍受，那就坚持把这个时间压到30秒、50秒、1分钟，根据他们的软度来。这样子他们的压力没这么大，不然身体的压力跟心灵的压力他们都坚持不下去。听懂了吗？你的粉丝呢？跑两梯啊。那美凡来了，美凡一上场就300人就撑上去了，一下就1100个观众了。我发现大家都喜欢看他们哭。美凡一上场1400了，三班的在后面，三班的在这边。必须要蹬直，对，你这个膝盖蹬直才有用啊。蹬直了，因为这个是超过180了，已经这是200度了吧。美方一上来涨了1000粉丝。哎，老师，蹬一下，蹬一下，来，蹬一下。每次踢完要他们蹬一下，不踢就让他们往上蹬，往上蹬一下，对，蹬10次。用手来。对，往上蹬。对。对。蹬一下再那个。搬。40-50号人，有几个人在搬的？我来检查啊，搬不好的就下一个。胳膊肘赚便宜什么意思？如果两条腿柔韧性相当差，那就把硬的那一边多压，会有一些一边腿硬一边腿软的，它用的多的自然它就软一点。欢迎新来的朋友，喜欢舞蹈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。女老师没有这么大的劲，一般撕腿还是要男老师会撕得更到位一点。完了吗？出来踩一半砖，踢半扣，80秒，扣10秒啊！会不会断？不会。每边20次，自己找位置，自己找。黄家辉撕一下这个腿，找盆地。来了，你那个腿撕松一点，给你绷紧的，真的。老师对体重还是没有要求的。这舞台这是干什么？壮一点有力嘛，不然哪撕得动啊？那别的人都要撕的。
我们也有的学生很赚的，我找一个。啊，他不认识，让排队，快点。那几个的，有几个大胖子的。闪不开的吧，宝哥，我别上路。不死了，我还没开始。大家可以点一下左上角的福袋。要配合呼吸，对，要放松，但是很难放松。完了会议上又涨了1000粉丝。哎，怎么没人搬啊？搬10秒，扣10秒，不停的踢搬控，踢搬控啊！要不走 BB 险？没关系的，老师这个东西有分寸的。大家可以关注一下。宝子们帮我们点点赞，点点关注。台下一分钟，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对。哪个地方？关节问题，那就是身体比你数啊数啊，踢一下，踢一下，踢吧，踢一下，踢。那不想看李景吗？那胖子过来。来了，你不怕？你这么软，你怕什么？这么软，你怕什么？软个屁！让观众看一下什么叫260。360，360。舞蹈生。你看人家的问你是学什么专业的，武术的。接着踢呀，你们不要停了，腿在上面的比在下面的多，全站着不动了，才几条腿在上面啊，停5秒换腿，邓颖勤站得稳吗？走，站直。哎呀，这有点硬啊，等一下你也准备搬腿啊。下一个邓一勤。别偏，很好，继续保持30。到位就开始数。大家可以点一下左上角的福袋。刚试完走路会瘸掉，碰一下，你看这个是刚试完的，重心往前，王佳慧，重心往前，
留言啊，是的了，留言是大美女了。你站这里干嘛呢？还不赶紧踢？你要撕腿吗？不撕啊？我看谁要撕腿了。不停的踢，绷脚，脚快了嘞。对啊，这个软度，这是多少度啊？200度以上了。硬要打到这样的，这样的撕松了，他自己搬腿就轻松了。没事啊，有感觉没有？没感觉。邓一鑫，来，那一排搬不到的都是硬了的。是串的，哦，哪只串？确定不？确定，我试一下就试出来了啊。都是串。又后面的人又不动了是吧？踢起来，我这点干什么？又站着又站着，赶紧踢，月月，朋友们点一下左上角的福袋。我们很多女老师，但比如一些坦功课技巧课是男老师。帮我拿一下，那你算了不拿，帮我按着。生病了。到啊！发谁的功啊？你感觉你搬就没压力，你就站在砖上别动嘛，站一个小时。你在主力层不是练到了吗？大家注意一下你们的评论啊。
别端肩，陈思雨讲你多少遍了，你看哪看到了，脖子都没了。我静一下眼，稍等啊。我们这里是正规的艺术培训学校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。我们粉丝里面有很多是学生家长，这都是日常的正规训练。拐脚啦，对，有的女老师力气不够，因为有的小孩天生确实天生硬。欢迎新来的朋友，大家帮我们点点关注，点点赞。男学生是，你看要三个老师，不然根本压不住的。老师都是一身的汗啊，老师也很累的。你看，男同学是。叫出来，叫出来，哭哭哭哭没关系啊，辉哥，绝对不哭，可以哭，可以哭，绝不哭，这么坚强，真不哭，真不哭，哭就不哭，想哭就哭啊，真不哭，绝对不掉眼泪，绝对不掉眼泪，大家帮我们点点赞，点点关注，好硬啊，我操，这把能把人撬起来，三个老师搬腿，怎么这边的人怎么对那边去了？中间是怎么啊？有毒啊？嘴硬得很，对。这个小孩是真的天生非常非常硬。哇，姐说真的。哎哎哎、你看三个老师搬都搬不到180，确实比较硬。钢铁侠，对，这是我们喊的钢铁侠，确实很硬。哎呀，真还好，不痛啊！他有的确实硬，他就反而有的软的痛。帮你来来来，压一下。去那里。找了吗？找完了。找完了。这个小孩真的很刻苦，很刻苦。他就是天生身高还是可以1.8米，但是天生很硬，
天生的硬带，那个韧带很硬。你们接着踢班呀，怎么没事做啦？接着弄，你抱腿转进去也是可以的，把杆上的下面的成形是要半腿吗？你是吗？我给你站那里开了半腿都可以动动啊。所有的小孩都在这里今天，然后旁边的教室在排剧目，老师是的。新来的朋友帮我们点点关注，点点赞。七班的也在，七班的在这里。你要看谁，你可以叫他喊老师帮他撕下腿也可以。叫什么名字啊？你家孩子彭新言，彭新言在吗？彭新言不在，也是啊，上文化课去了。尹玉香在吗？来，尹玉香，尹玉香在哪里？不知道是你谁，应该你妈妈吧？你妈妈要看你撕腿。做最好的自我，是尹玉祥的妈妈吗？点名撕腿，对。今天我们正好因为合班，下一个尹玉祥。是的。他们同学都在笑，他想这是亲妈妈。下一个尹玉祥啊，王轩在吗？七班的，来下一个王轩，然后刘牧远，南班试完了。孩子们最怕的就是撕腿，因为他们的韧带基本上是卡在180度，你撕腿要达到200度，但撕完就很有效果，疼那么几分钟，撕完是很有效果。李月，要看李月撕腿。阿爸李月啊，这谁呀？你不管，你不管谁，你去。思雨，哪个思雨？陈思雨吗？来，尹玉祥。老师也辛苦了。继续。陈思雨在。你又想来了，练一下多久转都可以，老师开了饭了，自己赶紧踢班啊。嘿嘿，对，还蛮软的，还不错，挺软的，还可以，蛮坚强的。绷脚，
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不错。我看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软度还不错，你这种软度很不错了。三班李瑞，男班李佳杰，李佳杰吃完了。哦，是你们涛哥，涛哥要看看李佳杰是谁。没感觉啊，没感觉啦，这种吃的都没什么意思啊。浪费时间，都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太软了，就可以。浪费时间，这基本上就是点装了。谁啊？王轩。王轩，他已经哭了。我每随时在哭。王轩。新来的朋友帮我们点点关注，点点赞。那很不易，老师发脾气了，还没来就哭了。陈思雨啊，你是陈思雨爸爸吗？陈思雨，陈思雨人呢？你爸爸要看你四腿，你妈妈。大家帮我们点点关注，喜欢舞蹈的朋友也看看我们的舞蹈生的日常。不敢点名了。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过来的，不会受伤的。能够故意的是吗？放松点，放松点，吃完就好了。天哪！自己往下放。再放。别起来！阿班在，阿班在。这个对，这个脾气挺大。其实这个断胯是很痛的。这个有点倔，这个有点倔，是有点倔，有点轴。妈妈，你肥了不？七班李佳华，华哥。七班李佳华，下一个。这个叫断胯，不像是撕一百八的感觉。你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要把他那个屁股跟胯摆正，把他的胯要放下去，很多人胯不正。这个戏曲里面用的比较多。往前趴呀，我们看一下别的吧啊，看在干嘛，这边在排剧目。哎，软多了，空一下，我看。来，走。嗯，刘言笑起来都挺好看。我扣不起来。一个小钢牙，胯打开，胯就旋转开，旋开了，胯根。五班高倩在不在？高西还是高倩？高西。放，他这换人。不是，他好鲜。我看，好。
再来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你别动，我看一下，我不动。你要翻车，你自己翻车，自己翻车，他一般都是。买一个没有，你其实说白了，你自己玩你管理灯，对，在这个位置，每天不让你去耗，你自己玩你灯，你这种钱还是忍得了的了，自己往里走，往里走，对，往里走，你屁股落地，屁股落地30秒，走，我不压你，不使多大劲，走，再往自己往里走，他自己走就好了，把这根筋撑开就好了，30秒说，你自己说，说。说，再走再走，宽哥自己要往里走，你不走自己不愿意走，他顶着那个地发不上来。他这个到180了，不顺畅，看一下这个了，好了就，这个话还行些。我操来，你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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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，对对对，这是对的。再放，你放下去，我那一下能感觉到你整个筋是往下走的。再放，再放，对，你要自己往下走，是发麻就对了。又顶起来，又顶起来了。是这样，重新数，数30，你只要顶一次，你就减20秒。数。上去是吧？还有一点，还有一点。多。前去还是减？快顶起来，我能感觉到。走，顶。数出来。对，好的。对了。别顶啊，别再放，放松，你顶起来我感觉得到，多少了？好的，关顶，再放。好，坚持住，坚持住，只有80秒。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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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放，又起来了，再走，好的。抵了你一个星期的人。对。他不是那个人，因为这个劲，他不断牵，他是自己没那个劲，但是顶胯这种胯一牵，根本压不下去，肌肉压不下去，必须把这个劲自己放下，别让他自己放下。看还有谁。看看美方老师，美方老师在排剧目。李瑞，啊，正好也是李瑞，李瑞来了。李瑞是比较硬的。哪个班的？王一帆是哪个班的？有这个人吗？没听过。
张丽阳，有没有？下一个啊，喜欢舞蹈的帮我们点个关注，点点赞，朋友们。谁坐着了？陈思婷，下一个，偷懒了，你坐在那干嘛？还可以了，软蛮多了，有进步。怕声音了，都是。你看啊，这些都是在练的。陈思雨，下一个。没有动的就要抓上来。那个大哥后面是谁啊？猴子，你是四腿吧？不动的了。这边一堆人，堆这么多人在这里干嘛？过冬天啊？闪开了。王玉芳，王玉芳在吗？王玉芳在不在？王玉芳怎么？王玉芳上五万个去了。他可以把节目效果拉满，他就是个节目效果。快快快！还想一下？戴帽子的老肯先生，不会的，我们的老师都是老教师了。王云帆上文化课去了，后面的人谁又不动了？啊，这里几个不错，在动，啊，这里还在撕腿，不错。有的学生拖，故意拖时间，不是推他干嘛？会无缘无故推他的。哎，可以啊，进步蛮大了。姚音，姚思音，哪里小妹？李瑞一上来，粉丝蹭蹭的涨。郑凯老师在排练排剧目。阿本的在，阿本是哎，这个是黄佳慧的妈妈吧？好像是。地面上的小子出来练练，哪一个？李瑞一上来涨了5000个粉丝，一下子。我家孩子在了，你孩子叫什么？陈思雨来了，佳慧妈妈，对，昨天你她不是生病了吗？她刚试完黄佳慧，黄佳慧我找一下在哪里，今天还行呢，刚试完腿，你妈妈还看你试一试看了，跟妈妈打个招呼，佳慧，你感冒好了没有？还没有，但能上课了，还不错，蛮坚强的。粉丝多了，大家注意你们的言论啊！这个有点歪呀，不坚强不行。对，李佳华，下一个李佳华，李佳华在哪里？你们自己练一下，反正我要看你们在动啊。
还不错，思雨。你看坑都不吭一声，痛不痛？痛啊，还不错。你感觉睡过去了咯，蛮放松的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好了，好的就不用吃了，再来吃串的。嗯，不错不错。回去给你妈妈打个电话。今天给我爸打过了。给你爸打过了。李佳华。在哪里？李佳华，过来。来，李佳华，快！他说什么？老师去抓人去了。谢谢陈杰送的小星星。抓过来了，不情愿呢，一撕腿就不情愿。哎，老师可以，我们老师都小时候都是这样过来的。嗯，快点，你来过来。有的已经解决了，就不用撕了。蛮调皮的嘞，你看这个小孩。五万个赞，表演老师撕腿，可以啊！大家把赞点起来。哎，也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不错。这个直接到位了，对，这个就是标准了，整个标准了，这个腿。右脚，我说怎么那么软，快点！好腿是吧？这条腿是。好腿，他是我们班的，我知道。要回家了，我现在给你买票。我们班班长。班长啊，换腿。快点！别逼我，快点！说完这条，我给你买票。一万个人了。啊，好，可以，我明天给你办离校。多久？30秒。对，看这边能忍得住不？这边腿明显硬些，这边腿明显硬些。手拿开，手拿开，别拿手抵着。开始，拿开。戴帽子是他们班主任，很了解学生。他这个腿硬，你靠自己是解决不了的，必须老师撕。还不错。好，挡着你了是吧？好了，好了。去踢，去踢。一万四了，过了他才破万。只要一撕腿就涨粉，撕腿就涨粉。
一百二一到一百六了，你先走。大家帮我们点点关注，点点赞。老师在一对一撕腿。老师在一对一撕腿。不错啊，进步蛮大啊。天天撕了没他每天撕。已经没感觉了吧？撕腿免疫了是不是？还痛啊？来，何小姐，淋巴有没有撕吗？有啊。来，三位，四位，不停。三班的要好好撕一下，那么硬啊。何婷，哎呀，刘一言压得好。来，生怕撕腿，刘一言在那里一顿压。何佳宁要撕一下吧。谁在里头了？直接过来。就是我的小孩。好下来。别再提，别再说，你倒别提。想看李景撕腿，蓝天白云说想看李景撕腿，好，下一个啊。来看油吧，不是看油吧，撕腿是吧？浩浩别动，我看着时间呢。你要死了是吧？欢迎新来的朋友，大家帮我们点点关注，点点赞。不会伤，不会伤。要往190度去死，还是按昨天那样的死。没有，是要那样撕。现在这种，他撕完搬不到180的，硬要撕到190到200度。听见。